把前面拧松一点就可以了吗？对呀、啊，这里。如果很紧的话，它就是，你觉得它松不开，松你就一点再点就松一可以。点，松一点、啊，松一点，然后直接再装上去就可以了。松一点再装上去就好了呀。但是你本身如果是松的话，你再这样松的话，你就会变得很紧的。那转的方向是一样的吗？一样的。现在我不是这样吗？刚刚我不是很轻松就这样弹开了吗？那现在它就会吃力一点，因为我拧松了一点了，然后它也能弹出来了吗？嗯，可以取的呀。然后你觉得这样太费力了，你再自己再这样调节一下。自己顶上来，再重新这样调节一下，调到里面来一点。那刚才把它弄松的话，一定要取下来，把它拆开才能弄松。对。弄紧的话就可以这样直接弄紧。弄紧是方便。嗯。你这边轻松一点，知道吧？是方便你这样轻松一点。如果太松的，就会很吃力。来。嗯。如果像这样太松的话，这个就很难顶上来的。嗯。但是你现在不是说很好，顶了半天顶上去，这也拿不出来吗？拿不出来就是因为三毛环磨损了，小掉了。嗯。小掉了以后嘛，你这样顶嘛，肯定是左右扳都会那个没反应的。嗯。所以你就要把三毛环松一点，就是把它拆下来，三毛环再松一点掉。好。然后在这边试一下，看拔得出来不？拔得出来，然后看它这里紧不紧。这里如果太紧，调节一下，调到觉得不紧了就好了呀。好。这样就轻松了，这样就不紧了。好，明白。